项羽的故乡河湖在这里交错纵横，虽然还是北方，却有了许多南方的水运。这里就是宿迁，一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。大家好，我是大旗子。我们的运河之行呢，来到了江苏宿迁。宿迁呢，坐落在落马湖畔，这里啊是楚霸王项羽的老家。有很多朋友都说，宿迁这里的运河风光呢是非常美的。今天咱们就一块儿去转一转宿迁，然后欣赏一下运河风光。来到宿迁，第一感觉就是并不拥挤，而且街道很干净。运河穿城而过，时不时响起的汽笛声，就是运河沿线城市独有的特色。宿迁段全长112公里，沟通了落马湖和洪泽湖，也可以说宿迁是运河上非常重要的一站。宿迁是项王故里，在市区呢也有专门的景区。项羽的故事我们都非常熟悉，24岁起兵反秦，巨鹿之战破釜沉舟，率诸侯入关，推翻了秦的统治。在楚汉征战失败之后，乌江自刎，年仅31岁。项羽可以说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失败者，但依然受到后人爱戴的英雄人物。家乡人民为了纪念项羽，在他的出生地立碑建坊。纪念项羽的活动持续了2000多年，在宿迁尤为隆重。如今项王故里的地址并不是随便定的，清康熙年间宿迁的知县立碑一方，从此定名这里为项王故里，后来陆陆续续才有了如今的规模。整个项王故里采用楚地汉风，兼具宫廷和园林风格，我们从空中俯瞰蔚为壮观，似乎眼前就是曾经西楚霸王的宫殿。楚歌响起，舞姬曼妙的身姿在夕阳的照射下拉长了倒影，也让游客们思绪万千。在运河边有一些修复的城墙，听当地人说，这里就是曾经的宿迁超关。运河上的往来商旅都要在这里登岸纳税，河岸上到处都是繁忙的场景。如今我们看运河上往来的船舶不断，也在诉说着大运河的前世今生。在宿迁市里，登高望远就一定能看到落马湖，湖面广阔，烟波浩渺，给人一种开阔的感觉。落马湖在明代以前自然形成了一系列互不相连且不稳定的积水小湖，后来由于黄河南侵，致使沂河汇入淮河不畅，河床逐渐淤塞。到了明代后期，原本汇入泅水的沂水严重受阻，被迫停留在落马湖，致使4个小湖连成了一片，统称为落马湖。落马湖的作用很大，首先蓄水防洪就很重要，其次它也是运河重要的水柜，能够有效地调节运河的水量水位，自古也有着保障运河通航的重要使命。湖水周边是一片片农田和整齐的村庄，这个时节正好是一片丰收的景象，非常震撼。宿迁是一个有历史底蕴的地方，但同时它也是一个年轻的城市。说宿迁年轻，是因为1996年才成立宿迁市。建市之后，宿迁依托便利的交通，经济也飞速发展，如今成了江苏重点发展的一部分。这座运河边的城市，你觉得怎么样？